可以劝佢慢慢帮手咧，为小童军咧带呢个咧好筋嘅。在2016至2017年度幼童军团宣誓的仪式呢现在开始，现在将时间交给各团长为你的团员进行宣誓。
开始。我愿尽所能，对神明、对国家、尽责任、对别人，要帮助。